偏财呢，是做股票啦，或者是这个买彩券呐，或者是捡到钱呐，都属于偏财，或者去那个拉斯维加斯，这个都属于偏财。三，除了彩券跟乐透，购买股票或者外汇，有基数的购买，是我也是偏财。这从下面回答开始哦。除了彩券跟乐透，购买股票或者外汇，有基数性的购买，外汇啊，就是属于那个金钱上啊，买外币赚钱的这个方法，是否也是偏财？那我刚刚讲了，股票是偏财，股票是偏财，买外汇也是偏财，都是偏财方面的。